直播把11月20日讯，在今晚的热身赛中，国足1-1战平巴勒斯坦。赛后媒体人谈到了这场比赛的看法。足球暴力学，比赛踢得毫无章法，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是联赛结束球员挺累，不在状态，然后就没有了，休息几天，12月再练练会好吗？记者阮雄飞。国足1-1被巴勒斯坦逼平，里皮已经带不动这支国家队，辞职离开也是好事，反正谁来都一样，材料都那样，谁当厨师也做不出鲍鱼燕窝。里皮国家队最大的难题是进攻防守，中国国脚的水准毕竟比不得意大利那些长期在高水平欧洲联赛中成长起来的高质量球员。今日打平巴勒斯坦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一支进攻无序、节奏缓慢的国足。开场三板斧之后，国足领先之后，更多时候是在随着对手的节奏踢球。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组织无序，基本属于边路起高球和个人突破瞎整，定位球有威胁，但是无持续性。由于近期国足再是无重点，里皮即将离开，中国足协就退出工资帽和投资帽。各种不利消息似乎让国足无心恋战，拼就拼了吧。这样一支世界冠军教练都带不动中国男足，已经彻底迷失在中国足球艰难前行的道路上。记者王涛。这应该是里皮的最后一个主场了，是应该谢谢他。至少我们看到了世界顶级教练执教中国队的起始轨迹，和以往并无太多不同。记者马德兴。炮石还好意思搞什么颁奖仪式，心疼这转身。